下走。恰恰と行くわよ。行くよ。いい風吹いてる。風が。それでは。战战。それでは。私の番。成功。それでフィリー。待ってきてください。行くよ。はい。頑張ります。成功要害。私の番。はい。いや。Yeah。今日は見せじまいよ。支线任务感觉要解的那个等级好像太高了，就决定先走主线剧情。我们先来去找这个莱特因吗？海特海因特。往阿特拉斯达姆西弗兰雷姆格雷斯雪道。对吧？没错。哎，我要往下。成果にご加護。行きましょう。圣光啊！それ。それでは。まっか。それ。お、哇，超強。戦いはやはり苦手です。这样走吗？应该是吧。準備はいい？嘟嘟嘟嘟嘟。負けません。光。さあ、どうする？攻击力真弱。还有格挡，防的。頑張ります。光。Yes。はい。怎么？頑張ります。哦，赞呢。行くよ。哎，射错了。負けません。待ってきてください。You。どんなもん？对对对，没错，因为他的那个地图还没出来。几细给弄的够精啊！行きます。負けません。行くよ。
是弱。負けません。はっ。行きましょう。看一下 BP 会不会累积。今日は見せじまいよ。ロロロロ。OK。好，看一下技能。大呼风 BP 传递。紧急回避，这个好像其实也蛮好用。召唤佣兵。恢复我方单体 BP 一次。大呼风全体风属性伤害。大呼风好了。可以学习辅助技能。由技能里的辅助技能项目进入辅助技能装备。装备，只要装备能发挥效果，就非常非常有用的技能。就是被动技能啊，未消耗装备者使用道具时有 25% 不会被消耗掉。哇，这个超棒！技能，已获得92，所以我可以学。我看一下啊，属防上升。属性模仿哦，造成全体伤害，大恢复魔法，全体 HP 恢复，反射属性，全体复活欸，我觉得恢复感觉比较好，好，我看到右边有一个很像山洞的东西。新坚果哦，就这个冰之洞窟，危险度25哎，开什么玩笑？这一定是非死不可的啊！好啊，又有一个宝石，算了，没事，我已经升到。啊，どうする？哦，看来 BP 是不会累积的哦。私の番。行きましょう。それで。哎呀！さあ、
負けます。どろろろ。复活橄榄。ちゃっちゃと行くわよ。强囊杵。よし。怕不见，不怕。啊，一定就是只怕第三个这个地方的人的攻击了吧？果然呢、啊。哇，那这种就真的很不好打。哦，圣光是害怕的。来看一下风属性是不是害怕？頑張ります。光。来个大呼风。好，看来风属性没有害怕。それでは光。頑張ります。では行きます。好，圣光。それ。对对对对对对对。さあ。行きましょう。光。急迫要害，再来一次致命攻击哈，这样攻击的效率是做的比较好。成果の加護に感謝します。OK。好，海因特 ，I'm coming。我看一下，要往右下走。右边。哇，这个遇到敌人的几率真的很高哎。啊，それで。哦 ，nice。負けません。嗯，真刚好。狼攻就是强。嘟噜噜噜。回复的斧头。进城进城，西沃尔基。呀、yeah. ，这里是黑色森林，为猎人的故乡，西沃尔基村。有什么东西可以买？盔帽，帽盔，2528，2528，2528，2228。还可，又是葡萄呀！有什么可以买呢？看一下工具纺具，战斧、复合弓、狼弓、士兵的大弓，想要哦。那这里没有那个防具。一毫一万二，怎么可以这么贵啊？空空的钱包，魔咒弓，攻击效果极低，极
低几率减少对象的属性攻击，三八五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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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魔咒弓属性攻击力，前方就是耳语之声，为猎人们的修炼之地。只有半吊子的决心的话，反而会成为猎物。哦，OK， 哎，还有什么？努力成为称职最棒猎人。こんにちは。战斧。复活橄榄。哦，都不能被引导哎。这个可以耶。恐慌之石，强度九，强度好啊，反正他也是猎人嘛。是什么样的预兆呢？少女的名字海因特尔，是一位在森林深处的西沃尔基村庄里与伙伴雪豹林德一同生活的猎人，等待着一年出发旅行的师傅闪达归来的同时。以首席猎人的身份协助着村长，接到统治这片土地的贵族委托，为了讨伐出现在森林中那些这一带从未出现的魔物，打算独自一人前往耳语之声。伙伴是必须的，要让海因特成为伙伴吗？好啊，体验至今为止的故事吗？要来要来要，这样你之后就不用重新玩了。在西霍尔基，一斤的麦。よかった。まだ出発してなかったか。在乎。なあ、それはな。可愛い弟子の顔を見てから出発しようと思ってね。また冗談を。師匠、今回は長くなりそうなのか？さてな。だが、声楽師団からの依頼だ。簡単な狩りではないだろうな。そう。心配いらん。俺はお前の師匠だぞ。前の師匠は狩りの達人だ。すぐに終わらせて帰ってくるさ。なんだその不服そうな顔は。私が心配しているのはそこではない。寄り道はほどほどにな。ダメか。ダメに決まっている。忘れたとは言わせないぞ。狩りの依頼の手付金を賭けごとに使って、逆に借金をこさえて帰ってきたのを。ああ、あれな。ビクター・ホローの舞踏大会で賭けをした時のことか。魔物の強さはわかるんだが、人の強さを見切るのは苦手でな。それなら、なぜ賭けなんかしたんだ。エリザに立て替えてもらって、この間返済が終わったばかりだぞ。本当に狩り以外はいい加減だな。一の矢の失敗は二の矢の成功ってな。俺みたいになるなってことだ。そこでため息をつくな。ちょっと情けなくなる。
お前だけが頼りだ。師匠をしっかりと見張ってくれよ。猎人竟然都有宠物哎、欸！嗷嗷，魔狼哈根。そらないじゃないか、相棒。俺よりハイトに懐きやがって。それこそ人徳というものだ。なあ。わう。食うの根も出ねえな。待たせたわね。あら、ハイト。お見送り。ああ、エリザ。寄り道しないように師匠に釘を刺しにな。那是两个人一起去的。ああ、確かに。あんな大金何度も貸せないからね。圣火骑士团的。くそ、味方が。友人である前に、私は聖火騎士よ。依頼主であることをお忘れなく。へいへい、依頼主さん。よろしい。よろしい。長くなりそうなら手紙でも送らせるわ。あなたの師匠、借りるわね。借りる。ああ、気をつけて行ってくるといい。いつも通りこの森のことは任せろ。ああ、行ってくる。不愧是首席猎人，可以掌管整个村子。好啊。あんなこと言っても、あれからよこした手紙が一通だけとは、師匠は本当にいい加減だな。よー、ハイト、俺だ、お前のお師匠様だ。気取った時効の挨拶は省くぞ。いつ届くかもわからんからな。聖火騎士団からの依頼を受けて3ヶ月、俺は標的の獲物を追っている。赤目と呼ばれる魔物だ。赤目って名前も聖火騎士たちがつけたもので、正体は全くわからない。こいつはなかなか厄介だ。罠には引っかからんし、時々俺の動きを読んでいる気もする。知能が高いのか、勘がいいのか、なかなか尻尾をつかませてくれん。こちらに気づいたのか、そろそろ縄張りを変えそうだ。赤目の移動先はストーンガードと俺は睨んでる。お前相手にごまかしても始まらん。だから正直に言っておく。この狩り長期戦になる。だがまあ心配するな。必ず赤目を買って森に帰る。それまで村のことは頼んだぞ、ハイト。ハイト。心配性の弟子へ、ザンターより。ザンター。珍しい。赤目とはそれほど手強い獲物なのか。それともこれはただの寄り道の口実？いや、確かにいい加減で調子が良くて軽い。やると言ったことは必ずやり遂げる。ガオ、取報林德。ああ、そうだな、林德。私は師匠に任された通り、村の狩人の職務を全うするのみだ。仕事の依頼が来ていないか。村长的都哎，村长呀呀，今天有干什么工作呀？哇，你个金领巾跟真的完全全不同哦。不过今天还没有任何狩猎的工作。そうか。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村里不是有年轻的猎人吗？你去让他们练习狩猎吧。通过和魔物交心来控制对方，是黑色森林的黑色森林族祖传的技巧。
哦，好酷哦！原来这不是宠物啊，是魔兽哎、欸！頼むぞ。旁边掉的是兔肉啊！哎、欸，超多动物的、欸，好可怕！看一下他的缩死、欸，他的技能是缩死，叫缩。喂，给我去！一个训练吗？我接受。一个走。啊！我跟他对打、哦。どう動く？什么意思？啊？森林狐狸？哦，每个魔物的什么、啊、进攻方式不一样哦，是吗？哇，好大只哦！物理攻击。哦，所以猎人就是专门在召唤魔物的、啊。我靠，超强！終わりだな。没有，他在哭哎。ありがとう。倒下来讲话还这么精神。给你一个。行け。ではよろしく。立ちふさがるなら狩るだけだ。かかってこい。斯摩比仆。哦，他是剑跟枪的攻击属性。来如此。相手の剣を払う。不要就说不要那么有元气的方式回答、啊。ねえねえ。ナインタ姐姐。嗯？これはね。村长好像在找你。わかった。嗯。OK。嗯。那包魔物会不会升级？应该也会。さて，来自贵族奇兰大人的委托，似乎有魔物在他的领地的森，在他领地的森林中栖息。他希望派人前去击退那魔物。嗯，啊，请让这个村子最强的猎人前来，就是这样的委托。那这样这个村子不就空城了吗？他都这样指明了，闪达现在不再只能派你去了，这是。招啊！啊，頼むぞ。猎人村呢、欸？响彻大陆的黑色森林。ブラックモリ。そうか。うむ。好哟。それ。あ。どうも。哎塞，这么紧急的委托，毕竟有魔物在，就会让人恐惧。我看有你在才恐惧。哎呀，想请你去狩猎的是迷路到耳语之声的魔物。迷路的魔物。是相对受到魔物的袭击，有两个人逃了出来。据幸存者描述，除他们以外，其他人都被魔物杀光了。那是迷路魔物的根据地在哪？それは魔物特征看，应该是基萨鲁马。基萨鲁马。なるほど。被栖息于耳语之声。他的主人有责任以领主的身份保护人民。
只能交给你了。ハインド。ハインド様。承知した。承知しました。呵呵。没谱的地方啊。海因特大人。啊，嘿。そうか。哇，这海因特的这个剧情好像故事比较没有那么长哦。好的，出发吧。但是我要先看一下海因特的这个装备首辅。我刚刚是不是看到谁可以？是魔咒弓。空空的钱包。斧头是吧？战斧，他也是战斧吗？哎，不是，他不是战斧。我好像看到谁有什么斧头，哎，这个人怎么倒啦、啊？这个怎么也倒了、啊？刚好别哦，战斧1600，46，1600，46，1600，46，46，哦，它比较便宜。按错了！哦，赞！耶！哦，他也可以用弓哦。好吧，看来应该要先出发去练个弓了，先浓个等级。哎，最多可以四个人。那我可以把村长也引导带出去吗？应该可以哦、喔。好，村长跟我走吧。我只能带一个哦、喔。哦，剧毒猛击，恐慌之时，带村长好了啦。村长是弓箭型的武器啊。村长跟我一起出村。G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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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OK， 好，那他就要叫出来才行。弱点。行きましょう。看一下啊，援助 ，OK， 用九次。那先不要出来哈。どう動く？哦，不错不错，但还是啊、哦，因为我的等级比较高了啊，很怪的。私の出番だな。Yes。哦，有三个人就更好了。さあ、どうする？今日は見せじまいよ。八颗。噔噔噔噔噔。どう動く？噔噔噔噔噔。呀！啊，算错了。Yes。負けません。私の出番だな。他这个好像，負けません。我不知道他有没有那个、欸，就是那个谁打最后一下可以赚经验，应该没有这个，这个东西吧？你经验都是平分。
いい戦いだった。是吧？看一下。JP， 我感觉好像大家是差不多的吧？哦，对啊，9+1嘛，都是平分的嘛，这样比较公平啊。恢复了灵芝，噔噔噔噔噔噔。好，狙い撃つ。就知道你会有弱点。それでは。圣光。光。Yes。狙い撃つ。や。負けません。拜拜。成果の加護に感謝します。升级啦！好，马上就到了下一个点，记录点还蛮多的。耳语之声，耳语之声，倒光光啦！居然发生这种事，这种哦 ，Gizaruma 并不是为了生存而袭击人类。被操控哦，他并不是为了获得生存所需的粮食，而是为了炫耀自己的力量啊！竟然有这种，多吉 ，come on！ 哎，吓都吓死！他们亲眼看到了 Gizaruma 发狂的模样，被迫看到。好可怕啊！嗯，ありがとう。ありがとう。では。为了生存下去而进食，只要是生物就无法逃离这种命运，吃下性命，延续生命。我又捡到钱了，商人真的是很会捡钱。哎，这个路上的宝箱怎么都这么烂啊？早知道就都不拿了。やむを得ません。頑張ります。噔噔噔噔噔噔噔，应该要来一个圣光大范围攻击哦，就不用这样一个一个打。どう動く？先干掉一只再说。就算即便敌人很弱哈，可是他的那个隔挡打不掉哈，就还是会打得很慢。それでは。光。行きましょう。はい。では、光。少しは成長できたでしょう。ダ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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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ドロロロ。我应该还算是蛮会走地图的，大概一走就可以到。始めよう。噔噔噔噔噔。それでは。弱点哦，一下就猜到弱点了，运气真好。Yes。这个是什么？私の番。かかってこい。かかってこい。
それでは、それ。いや、是啊。哦。いくよ。頑張ります。はっ。あ、猜到了。あったり。Yes。いい戦いだった。嘟嘟嘟嘟嘟嘟，耶，都升级了。旅行道具商，这个葡萄好像可以再买几个哦，五个好了。对，前期是很重要。都没有什么可以卖钱，很多钱的东西。魔将啊，完全回复。哎，怎么都没有值钱的东西？哎，停住，停住了。哦，我的截取器真的很烦呢。OK， 来了 ，Gizaruma 来了！哇塞，只剩野兽哎！啊！そこまで。哎、欸、靠！是不是又停住了？喂，怎么这样啊？呜！まったく。来吧，是吗？是这样啊，你被赶出自己的住处，哇，他可以跟魔物交心，对对对对对，你输给比自己强的魔物，被赶出住处，流浪到这座森林。そうだな。いや。但是吧，输给强者的怨气泄露在发展弱者身上不一样。要融入森林，要让森林配合你，未免太傲慢。更小灯就可以。好大只！快！頑張ります。我要太大只了吧？先用，先叫个朋友出来好了。哇，好烂！村长好烂！哦，太强了吧！靠！猎人技能是什么？随机啊？对，猎人的主要应该就是弓箭才对啊。越剑，随机选目标，用弓举弓，用弓对单体造成暴击。先用弓看看啊，不行。弓箭，好，是弓箭。OK。哇塞，哇塞，哇塞。还可以召唤魔物哎。将捕获的魔物召唤至战斗中。赢得！哇塞！我先恢复一下。他本来就是恢复。OK。好，中毒喽。好，圣光也是赞。好，我再来看一下可不可以偷个钱。等一下再看看可不可以偷钱。哦，八四格挡有够高的啦。好，彗星之剑。私の出番だな。六七。行きましょう。
打你！哎，村长，村长撤退了。啥？どうする？不是，还要用。哇，我这样攻击输出很低耶。哇，天哪，攻击太高了吧！かかってこい。攻击会很好吗？二三更弱。吃个葡萄。これよ。私の番。哦，这连击也太强了吧！是要拿来偷他的钱。买的。哦，魔物身上都会带很多钱呢。好，我靠，他攻击这二哎，这个，好好好。我要先把他的那个打破才行。やるな。哇！頑張ります。我灵。哇塞，哇，我复活感染不多耶！哇，天啊，天啊，天啊！我没想到他竟然这么强哎！干嘛干嘛？要集体攻击啊！去去去去去去！六六。負けません。啊，看来是圣光攻击最强。私の出番だな。还是这个可以。两百一哦，也可以。さあ、どうする？打呼呼。104，104好像也还可以。哦哦哦！天哪。使わせてもらう。頑張ります。あ、不行。あ、对哦，对。行くよ。負けません。圣光。光。かかってくる。おおおお。頑張ります。おお、烦ね。これを。私の番。いや。私の番。看来这个魔攻对他来讲应该是比较有效的。行きます。光。どう動く？来帮你恢复 SP。使え。私の出番だな。这个不错哎，哦，它是线路的那个吗？我先打回复一下。啊，どうする？私の出番だな。多死。負けません。然后圣光。さあ、どうする？
哇，八次真的很那个。私の出番だ。哎呀，按错了。それでは。哦，终于打破了。さあ、どうする？好，得偷一次钱。真的是不太好打。行くよ。来一次！哦，缩时。啊，森林回家呢？看我。見えている、見えている。哦，不愧是啊，又死了 ，shit！ 哦。これは。原来复活的橄榄这么重要。私の出番だな。好，攻击增加。行きましょう。好，我吃个 SP 回复。これなら。行くよ。これは。どう動く？やるな。哇！哎，好险！さあ、どうする？これをかかってこい。やっ！やるな。負けません。三次嘛。哎，不行。葡萄！哦，不要杀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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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私の出番だ。かかってこい。魔物缩时零得两倍攻击。行くよ。大呼风我觉得强。好，差不多哈。行きましょう。光。光。哇，是几千滴血啊！拜托。すまない。哦，天哪！これを。それでは。負けません。光。狙い撃つ。狙い撃つ。負けません。癒しの奇跡を与えたな。お、吓死我。三次嘛。負けません。哇，没 SP 的 shit。哇！结果把这一局拿来恢复血。使わせてもらう。行くよ。
悟。頑張ります。これを。私の番。私の出番だ。全力だ。六三四。よ。それで。光。还有一次机会。狙い撃つ。Yes。私の番。どう動く？哦，终于！哦，够拍拍！いい戦いだった。嘟嘟嘟嘟嘟。哦，也太难打。怎么样？要不要加入我的麾下？啊，我输了。お前の命を糧とさせてもらう。全てを奪いはしない。就用你的性命弄的。あんな可以吃吗？お前もこの森の糧となる。怪物是可以吃的。喵，输来啦！咔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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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在吃。いい子だ。草を食べる獣を。吃草的野兽。肉を食べる獣が食べ。会被吃肉的野兽所吃。その肉を食べる獣も食物链そして強き獣も死ねば他それだけではないその草を森に住まう者みんながつながる好好伟大的概念哦狩猎生狩猎性命为生职业绝对不可以忘记どんな時でも絶対に生き抜け。いつもそうだと助かるのだがな。さて、帰るとしよう。わお。いや。哦，他已经做了是吧？お願いする。お願いします。好一个循环呢，好自然的循环。ただいま。师傅回来了。喂，干嘛那么生气？まさか。乖乖。大丈夫だ。あ。较高较高頼む さて又打到钱了怎么挡这个村长自己回来了吗？村长不会出个真你就消失了吧？还是禁止进入，真是的。那我可以唆使他做什么？强行唆使。行け。哦，唆使就是跟人家打架。立ち塞がるなら狩るだけだ。哦，打赢他我就可以。打赢他，我就可以进房间了嘛。かかってこい。
是这样吗？我来看，我来看一下这个游戏是不是这么有趣。嗯，哎，真的哎，他倒了我就可以进去了哎。哇，大宝箱哎！目前成员无法打开此宝箱。嗯。知茶耳环，所以我刚刚好像有看到有谁卖钥匙，是不是？嗯。No。是进行中，好，没事啊，那一定超多钱在里面，为什么不能那个啊？哦，魔咒首府哎，1440，12000，可是我12000我可以买士兵的大弓哎，我看一下，长枪。王宫，因为他是猎人嘛。840，现在物攻是145。我看一下装备弓箭一定会怎么样。士兵的大弓145，还应该会变203。145会变203，哇，那这个当然比较好啊。买了就没钱嘞，极低几率减少对象的误防，还是要啦，买下去啦。我都没有值钱的东西吗？真的还真的是没有，难道盗贼才可以开这个吗？成员目前无法打开磁宝箱。shit。ザンダを探しに行くのか。リベキチョイザンダが。村长。啊，この子。師匠からの手紙にはストーンガードに行くとあった。斯托冈德。まずはそこに向かってみようと思う。あのザンターが窮地に追い込まれた。ハーゲンがお前の元へ駆けつけたのだ。ハーゲン都来了。ハーゲン都来打死了。好的。ただし無理はするでないぞ。放心吧。心に。该不会又是踏上旅途吧？那几乎每个角色就是一定会先遇到一个小 boss， 然后打完之后再往下一步出发嘛。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就这样，猎人海因特踏上了旅程。他追着叫做红眼的魔物，之后就下落不明。为了找到师父，把他带回来，到底有怎么样的命运在等着他？现在无人知晓。踏上旅途了。下好，好，英特踏上旅途啊，14个小点就踏上旅途哎，所以这是他的第一章是吗？看一下，对，欧菲利亚的第二章，推荐等级23。海因特推荐等于哇，都20多级才是，这等于是一定要我先把所有的人都先兜一遍嘛。哦，好，来现在去存档哦。之
支线，又是那种无法解开的支线任务。这个支线任务应该就是说死是把人打晕嘛，引导才是带人走。哎，我先存个档。哎，等，我记得没错的话，它好像可以快速旅行，对不对？我来看一下。哦，真的哎，可以快速旅行哎，这是我一开始的地方吗？哦，这样好哎，这样我就不用走啦。便利，哇，超方便。确认什么？如果失败的话，关系会稍微恶化。哇，它强度好像很强哎，稍微恶化、啊，还是可以跟老头打，应该不会输吧？哇，超强！我靠！试试看，布阵。始めよう。噔噔噔噔。私の出番だな。哦，天哪，好像很强。哦，太强了吧！哇，超强！使わせてもらう。我天哪！使わせてもらう。哎，没有买防具的缺点。どう動く？哦，哦，太强了吧！哇，关系恶化。哦，这也是一招，与他人关系恶化，使用地避免失败太多次。人际关系恶化的话，就不回应地图指令了。哦，可以花钱请酒保来解除我们之间的关系。好啦，反正钱我应该也花不起吧。哦，还 OK， 还 OK。存档的下面。喂，村子里面的人都超强的啊！好欸，这个一次一小时解决一个角色，其实好像还是不错的啦，哈。好，那我们下一次再继续 Part 3，拜拜。哇哦！